欢迎副总统，台湾的副总统过来，所以欢迎他过境。那再来就是支持他参加2024的总统大选，然后也希望他高票当选。然后我在报纸上有看到，就是中国有一些团体他们在聚集要来抗议这样，所以希望这些我们这些青年朋友可以来过来这边，就是保护这边台湾的乡亲。就是想表达一下，咱们台湾是咱们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嘛，所以任何的台独思想，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个人意见，我是不可取的。知道今天为什么？今天这主要的这个抗议的目的是什么？台独就是我是听说的哦，这是第一次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是台湾有个特使过来，又经过旧金山，跟纽约。他是一个很积极的台独分子，所以我就想要尽我自己的发我自己个人的声音。台独知道这个特使是谁吗？反赖清德好像是。我们就是要让他听到我们民众的声音，因为其实台湾跟大陆其实都是一家，所以就是要让他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我从来都没参加过这样的示威活动，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？就是微信上面嘛，看到有人发那个示威信息，中国一定要统一。